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。报委员会，我们现在宣布开会。那今天上午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宣布休息。那休息时间先到中午。那如果要开会的话，再另行通知。好，辛苦大家了。中午几点？中午好，我们先休息到下午两点。那两点之后要不要开会？我们再请委员会再另行通知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